Nam mô Bổn Sư Thích Ca Mâu Ni Phật. Nam mô Bổn Sư Thích Ca Mâu Ni Phật. Nam mô Bổn Sư Thích Ca Mâu Ni Phật. Vô Sa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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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ế Miêu Phật. Bảy Thiên Quan Thế Nan Châu Y.
遍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那，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身禅定，悉度无量诸佛，于一念起便有一切佛土，得佛遍采，住普贤论，善能分别众生理也，开化显示真实之境，超过世间诸所有法，经常地处度世之道，离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请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悟佛种性常识不绝，心大悲明有情，眼慈便受法有，度恶趣开善路，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计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精信士七千人，精信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共大会，那叫缘起第三二十世尊微光各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引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律清净，光眼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来耳，愿为宣说于世世尊道阿难也，善哉善哉，汝为哀悯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汝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愿悲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已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传道教，欲整群蒙，为领真实之理，难直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汝今所问，多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起，住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慧就畅无尽，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谛第四。我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主，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世老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发无上真正道义，济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与世超异。
信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情愿即念为力，增上起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离者，广义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解脱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为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诸皆你有，世尊能演绎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无使众生随类解，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清净论，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愿心清净觉尘劳，超过无边恶趣旅，速到菩提究竟海，无名贪嗔皆永无，作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律，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以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焚杀者，不如今永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论，轮回诸趣众生类，速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情决定坚固力，唯佛圣智能正知，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偈已，而白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举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人软肋，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典，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比，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未当克果，我愿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觉，精进佛国汝应自舍，法藏白眼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法，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国之极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211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彼彼天人善恶国土诸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宝石，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俱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设受彼，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其手里主绕佛三匝，合掌而出，白眼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精进之行，佛言善哉，今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语，得大善利，能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八大誓愿第六，法藏白
上菩提，真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悲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罗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之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尽，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群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愿离分别诸根寂静，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圣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住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劫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赞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自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愿。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为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不以善根为相，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引现其现，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欲生极乐，无不遂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回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佛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念万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七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依，以精进熏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分。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根，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助于定居，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若其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
生不起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皆一生不作足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是盖，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说菩提本行普贤道，随身他方世界永离恶趣。我要说法，我要听法，我现身主随意休息，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禁光明，行色诸色迥为奇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过百千有寻，道场数高四百万。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质，亦能了知欲见诸佛见果庄严。其余宝树渐渐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博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地上至虚空，宫殿有观直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老相合成吉祥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戴德清净解脱苦等三昧，诸身种子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真离生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诸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定时不过一二三日，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对转者，不取正觉。一准正觉地，即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思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子普及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一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土。如果金色身妙相其圆满，亦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彼。彼欲生正念，尽会修梵文，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法，消除三垢明，明记众恶难，悉舍三途苦，灭除烦恼恨，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地色诸恶道，通达善趣等，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亲持密品，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师子后，广度诸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成佛。此愿若可果，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化。我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故，应时普第六种震动，天欲妙化已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劝其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语，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国广大，超生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于无量劫积智德行，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一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清寂静行，远离虚妄，依真谛论，执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为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忍，何言爱语，劝欲则进恭敬三宝，奉
世师长，无有虚伪传举之心，庄严众属会观具足，观法如花三昧常寂，善不口业，不讥他过，善不宣业，不施于善不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城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托，而你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心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旃檀优婆罗花，吉祥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出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法，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拜师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至尊告言，彼国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当以咒愿度生，现在西方具言菩提，百千俱胝那由他佛在，有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报，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坐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念：念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舍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指引，使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之欢喜。佛见言尽，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恶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雨淋之地，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垦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三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整不可限极，微妙极虑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拜师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即是天王天极刀立天一合而住。佛告阿难：夜魔多衰，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一合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我欲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汝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生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其国神力故能而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许，或百千万亿有许，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近等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利己。阿弥陀佛光明
善好生于日月之顶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创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乐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于是光子破灭三身身亦柔软若在三土疾苦之子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为神功德日夜穿梭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生之洞察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加数十方众生七成圆觉一一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皆悉智力悉共推算彼佛为众生闻之数千万分钟不起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七为百分岁如微尘以一毛成沾海一滴此毛沉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沉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比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亦可为以算计譬喻之所能足宝数遍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诸宝数或成金数准白银数琉璃数水晶数琥珀数美玉数玛瑙数唯一宝存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成根茎枝干此宝所存花叶果实花宝化作或有宝珠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数富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存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亮不可生是金风石发出五音声微妙中伤自然相可是珠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十五六七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是负二十万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为遍照富有红玉青白珠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林聚宝所是珠宝珠金珠璎珞周匝条件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是无量光眼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因而现微风徐动吹出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即声流不变诸佛果金钏爱量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土菩提树闻声修相长期不会出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数不过三种人一音相忍二柔顺忍三者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与诸众生而作佛世子皆无量寿佛为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净土究竟愿故唐舍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九堂金舍罗冠南水一皆七宝自然化转故有白珠摩尼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进行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进行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七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百千由旬湛然相解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恒光光明照耀修脚密叶交互于此诸种种将是无能与随风散布盐水流奔又护持是七宝地
持水，一持足者，一持膝者，一持腰翼，一持颈者，或一观身，或一能者，闻者，其流者，观流者，其水一一水众生一开神月体，经络无形宝沙应者，无声不得回来虚回者，相关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知其寂静声，无声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生，得闻如是种种身体，即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即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自然化身，其受情绪之身无其之体，不闻三毒恶恼苦难之理，尚无假设，何况是苦难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时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时稀有前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俗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名古其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名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由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道理天王，又不重叠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眼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及，但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费。阿难因之无量寿国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部自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足得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佛祖宫殿不是香花般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其皆如电，若于时时七宝国其自然在现，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是无时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者，是以化去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其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在称其形色宝网迷雾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环绕，近其眼里楼观蓝神堂与方阁，广狭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美丽时时自然得风取起，追逐罗网及众宝处处微妙应演说，古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香，其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随，风出其身安若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心定，不吹其宝铃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绵，处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居以万物如此，过世时候即花自末，大地清净根于心花，随其世界环复周遍一切无异，如是六本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一叶，即花光明无量种色，金色金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依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妙日月比莲花亮，我伴游巡我一二三四原至百千游巡，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一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一佛，身色紫金相好殊德，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正极果。第二十二复自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彼，不无著作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须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
邪定趣，即不定趣，不能了知见地彼应不是方国占第二十三福自阿难东方等菩萨数世界一一界中如恒沙火各处广长舌相发无量光说真实眼生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一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之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以向专念阿弥陀佛求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即显今须臾间其随彼国往生其国便与其宝花中自然化生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聚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国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勤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己利他向观世沙门玄真燃灯三花烧香以死回向愿生彼国及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法具如真佛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自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心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自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自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清洁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国自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自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止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悉彼国土世人命中如果色相种种庄严圣宝刹中速得闻法永不退转故此阿难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亲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心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自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迁徙不得终悔不得无义要当孝顺至诚忠心当心佛心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守戒欲得度脱昼夜常天天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心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会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义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力恭听法第二十六复自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皈依瞻顶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方宝盖王一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增长国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数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广礼无量寿南西北四
传下一部人前一尊重心共出真妙共唱八和雅音歌叹最深尊就大神通会流入身法闻佛圣德名安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缺卷观比书圣者为妙乃思义功德古庄严诸佛国难彼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柔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微光烦恼火山杂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正不退位是为一切众不亲生欢喜佛语般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期之彼愿至久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者知足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心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者闻法要受心得至清净处必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者即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者菩萨心之愿愿起佛无意度愿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共施万亿佛挥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遇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请父往十方无边际刹供养诸佛八相传翻供养之举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是所有以供诸佛及菩萨众及所参花及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远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是有旋如是转变乃至遍布三千大千世界随起前后以自化末若不更以心花从三千所散花中不复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为妙音歌叹佛得今须以千欢喜本佛东西即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到即时相逢随即宝树诸五应生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及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不善修习不善摄取不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天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时诸天人民以其愿悲染动之类心意善恶国所欲言何时度脱得到往生皆欲知之又彼国刹诸生闻尊声光一巡菩萨光明照百有旋有二菩萨最尊第一为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第二菩萨七号云何佛也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师至此二菩萨于娑婆间修菩萨恨往生彼国藏在阿弥陀佛左右于持十方无量佛所随行者道现居此界作大力斗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弘生第二十九菩萨阿难彼国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普助为主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万大甲胄以弘誓功德二字庄严随身五浊二世至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恶趣生生之祖常是出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灭皆是往生极佛悉令得离烦恼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语转相教者转相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离烦恼当作佛则不可生死彼国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犹如大海为水中往诸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因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十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不失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生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不自阿难彼国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位无负于习
提佛所请，即觉圣道，求解苦眼，照真达祖，肉眼见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眼，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诸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便有佛刹，无碍无边，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比我为念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山之极灭，应生方便，不生气彼。要在争论之一切法，悉皆空寂，深深烦恼二语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生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之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生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集至红身地，如去海菩提道广，欲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即心皆白，犹如雪山，忍入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未觉不欲甘露，法润众生故，光落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离染无故，如离居树不应大故，如金刚杵破戒指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即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怨求法不倦，皆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其法古见法传要，为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寂静明法，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身舍诸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诸身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供侍诸佛，为是明灯最胜福点，诸圣吉祥堪受供养，乐意欢喜穷猛无畏，真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语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愿而成净阿难，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国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子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出入供养，观经寻道喜要求体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义无懈时，外若是幻内如是即融融虚空，是得其种种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解决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何正不悟清，且随经约令不敢错别，若与神魔先为道目，况无他念无有由此，自然无畏虚空无力，但安无欲做得善愿，尽心求索安爱慈悯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懈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志愿无上精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持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皆胜于单纯祈祷，恒染成万物光精明，具出上好书无比，助于无效下动达无边际，一个勤勤勤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离五趣恶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利为自然所坚决，捐至若虚空勤勤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期，何为浊世事扰扰又无常，捐欲则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俱恶疾苦之中，勤身淫物以自己及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机遇微心总是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悠悠衣裳于私欲及等事巧具有，悠悠回肠水火盗贼冤家债主，门票结果消散磨灭，心捐义务无能重舍，命中既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有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父母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己有无相通，无得贪心颜色长河莫相违逆，或是亲真有所贿赂，后世准居至成大愿，世间之事分享欢爱，虽不临时应急想过，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何不与强健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作自身，于神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文明体多
不信经法，心无远虑，各离怪异，迷于生畏，贪欲财色，终不修止，爱财可成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愚者，书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战士解自见之，或不孤子，或子孤父，兄弟孤父，更相孤寂，一死一生，别相顾念，忧爱皆苦，无有解释，思想很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全尽，无可奈何，过道者众，悟道者小，各怀杀毒，恶气凛凛，唯望心事，唯利天地，自意罪己，更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息，若朝当守时机，远离中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戎马，不可长跑，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其精进，生安乐果，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归悟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眼，佛语教界，圣神圣上皆蒙慈恩，谢多有古，佛为法王，尊超群生，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不闻无量寿生，彼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事，当念佛，戒断无欲，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护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为度者，若朝当知，是当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六苦不绝，生死苦痛，劳役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苦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心主心垢，言行中心，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者，将整机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已是精进，勤苦须臾间，而后生无量寿，多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故苦恼之患，受尽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以稳，自为过救生彼边地，积宝成中，于五百岁受诸恶缘，弥勒白眼，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实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中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五恶世间最为具足。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舍五恶俱苦痛，离五烧香，化其一，定持五善，获其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略并为中恶，强者不弱者，相克贼残爱杀伤，别相分担，不知为善，后受殃罚，不有穷劫，孤独聋盲，因而痴恶惶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诸位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有术士之家，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先世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感行一道，故有离离禽兽，冤非软通之子，譬如是法，劳役俱苦，其心浑身病精，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等，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交中，任心自治，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从两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谎，称谓于此，欲自后己，欲贪多有利害，顺服结分成仇，国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礼，爱好贪重，辛劳生苦，如是之戒，无一随者，善恶过苦，罪律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争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恭谨，消散不举，生命克制，终入恶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应寄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为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忧恶交结，聚会心边相法，攻劫杀戮，强夺破邪，为己妻子，己身作乐，中共增念，望而古之，如是之恶，助于人为，神明机智，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者恶果，妄言绮语，终极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成子，尊贵自大，为己有道，当写为是，轻易于人，遇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
起前世福德，应不尽是为恶福德，今念说令中尽诸恶，让非有其名己记在神明，良久牵引无从舍，但得前行入于我国，身心垂垂，神情古籍，当此之时悔不合己，其如者世间人民，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方自由三当九世内，如目地图，不是人且无欲无理，不可见酒，六经眷属自用有无，不能忧恋，不为父母之恩，不损师友之义，依恋生果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遇害真人动乱生中，于是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仁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不苟于已，无欲及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悔惧交至，无欲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于后将何？其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子当知，无谁担责，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恶，教理开始，信心则走，孙子不修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去尽，故有自然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立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互所作之成，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祸及福德，可得长寿，你缓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念，第三十六活道，弥勒无欲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感有犯此，当弥勒去，祸起今世先辈，并殃死生不得，此中见之，祸于寿终，入三恶道，着痛苦途，自相交染，共起冤家，更相杀生，从小为起，成大混聚，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恶欲自快，无故屈指，失欲所迫，祸起真谛，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是无己，则以我灭天道之章，自然究底，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同灾可伤，汝等得佛经语，受持为之，各自端守，众生不堪，尊生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门，当于三苦忧不苦痛之道，若早作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不随时欲，不犯诸恶，言色当得，身形当端，动作暂时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毁在后，为师不替，王起功夫如饼得宝，第三十七如等广智得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顺在无量寿佛，为善改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上少恶多，因古时土未尝临习，无爱如等心为欲受以经法，悉持师资，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者相教，与自相约，解脱生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悔过，去恶求善，朝闻信感，奉持境界如明德宝，来往修来喜心一起，自然感教所愿则得，我所行诸国亦究具，礼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平，风云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亲仁，无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愿望，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事做国，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念祸福德，生无为之安，无般离缓，清道见灭，人民常归，复为中恶，五杀五痛酒后者具，汝等正相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格，弥勒菩萨合掌白眼，世人恶毒，如是如是，佛皆慈爱，悉度多知，受我崇拜，不敢为师礼，佛献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一见无量清净明等觉，其诸菩萨阿罗汉可所居国土，因起西向，当日末次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念西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供持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眼彼国净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
之众得本土欲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做事彼时，阿弥陀佛及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及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矣。阿弥陀佛出生光明及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为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界，乃至泥里溪谷幽冥之处，其他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黄耀浩瀚为见大嘴，彼国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佛光明妙显赫，只为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边，明显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味，及一行愿为是众宝庄严圣贤供主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一陀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自愿悲忍动土施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觉，一切忧恼莫不歇罗悉，皆此心坐上欢喜快乐众亲亲舍恭候念起故，古自然皆作古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自花香来与虚空三座供养，二十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之那由他国，以国为例如对目前如今天也观一寻地比见子主亦复如是，其主说过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座围绕说法姿势数见第三十九二十国告阿难及此世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全是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我如见一切诸天上至色究竟天玉诸修罗殿摩刹国，阿难对曰为然，已见汝恩，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福，阿难对曰为然，已闻佛言汝见彼国进行之中有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便知十方供养诸佛国，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故有众妙处虚空见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佛，只是白言如佛所说，一一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如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主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殿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一乘第四十佛告此事，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之大神魂之无等无人最上生至于此之自疑惑不信由心罪苦修其善人愿生其国，故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心故于往生清净佛国，一智有欲无所占据然有虚念不绝绝起善愿为本去得往生，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故能前至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故时而身行所作心智去向欲有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于己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设宅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于五百岁长不见佛，故闻经宝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不少心不改简亦不欢乐，是故于彼为自胎生，若有众生明心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诸功德至心回向，皆以七宝花中自然化生家徒而作虚以自己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中者智慧生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皇子得罪金币其中城楼起殿宝藏金床蓝装大座庙室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已金所聚集两足之脚王子名乐之火只是白眼佛也世尊彼又此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以求诸进城中不从心勇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为需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心犹闻佛名起心心不随身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主花瞻犹如圆圆宫殿之小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故故
生亲友，若此众生是其罪，本生自悔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礼，然后乃出即得往亦无量寿处，听闻经法久久一旦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弥陀当知，以莫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师大力士，故应当明心诸佛无上智慧，直视白眼，云何此界一类众生随意修障而不求生佛，告此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显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灭，直视白眼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传何免轮回，佛眼一等所众善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为身着是乐人间福报，虽不求苦求人天果得报，只是一切风烛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欲相救命，学界业王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不见一世之人不重善根，但以世之重点尊义邪心，云何处理生死大难，复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大无点举相分别，情止身中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具罗菩提当生菩萨，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陀殿，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即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间有721菩萨，以增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远照佛刹有十八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1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阴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意菩萨狮子菩萨离神菩萨得舍菩萨人王菩萨花掌菩萨不退菩萨当往生者，莫数十百亿，莫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光明，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成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生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事所修坚固之法，此等菩萨皆当往生及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1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理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是汝班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过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末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列，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普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行，生起有情，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数其安住得不退转，即欲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菩萨圆满功德者，当即精进听此法，不为求法故，不生退去忏悔之心，摄入大火，不因以鬼而已，不比无量亿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过于百世乃至正法面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根，以成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威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久当久者，皆获善业，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行，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义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长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请为他演说眷恋天文，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萨，即佛功德于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存至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成长，是故
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读了此经第四十五无尽为诸众尊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住百岁其有众生子师经子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生之事闻法能行此亦为难若闻师经信要受此难终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之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类诸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不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于我今语都无所亲皆从恶道中来主要为今会当度脱不信无疑不信相恨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报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子非亦可欲能说法人依然开始坚固身心持意难超我今如理劝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我之所称赞不足如等做大所悟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苦去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身我教当效于我当念是恩当念是法求助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解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因学行众修不善求生情操不畏是闻第四十七耳是世尊而说诵念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已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恶家懈怠及邪见难尽如来为妙法亦如盲人恒处安不能开导于他度为成于佛子众生就是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身全成火威德心能超如来生广智慧海为佛以佛乃能知声闻意解思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尊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男子幸会闻法难中难堕诸有情当作佛情超普贤登彼岸是故佛闻诸知是因信佛教如是言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得佛说此人真善人闻经佛意第四十八耳只是真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恶千大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于无上菩提为曾八亿今世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各以一方次第成果同名妙音如来不有十方国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俱之那由他人得受其法忍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十三千大千世界六重震动变现种种稀有神天放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愿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及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决定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揭多耶多帝耶阿弥利多佛阿弥利多悉檀佛阿弥利多毗迦兰阿弥利多毗迦兰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揭多耶多帝耶阿弥利多佛阿弥利多悉檀佛阿弥利多毗迦兰阿弥利多毗迦兰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揭多多帝耶他阿弥利多佛阿弥利多悉檀佛阿弥利多毗迦兰阿弥利多毗迦兰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
Amen.
Amitabha, Amitabha, Amitabha.
弥陀弥陀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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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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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陀佛，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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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yeah。